唔好意思啊，我想行入啦。真係食口碗豆啊，真係嚇。Thank you.
各位委員會的各位出村的村代表的代表的街坊的村民，大家好。今日好榮幸啦，咁我哋四個鄉事會咧係受到長山寺管理委員會嘅邀請咧，今日有機會出席呢個長山寺嘅盂蘭盛會咧，我僅代表我哋三個鄉事委員會咧，好多謝長山寺管理委員會陳金華主席嘅邀請，我哋俾啲掌聲陳金華主席。咁啊，呢個盂蘭盛會咧就係佢哋每年都會舉辦嘅，咁就都舉辦得好成功嘅，每年都七村嘅村民啦、長山寺嘅裏邊嘅管理委員嘅委員啦，都好踴躍，所以我每年都會出席呢個活動嘅。咁今年都同往年一樣啦，十分之熱鬧。咁我都要希望祝願在座各位啊，身體健康，食過呢餐之後啊，個個百業興旺啊，大家學業進步，身體健康，多謝各位。